团团文员现在在练习什么呢？他们最近呢是在练习滚圆筒的功夫，玩的是不亦乐乎。因为呢，副园长表示说，要让大猫熊玩圆筒呢，是要激发他们的好奇心、活跃度还有脑力，让团团呢更强壮，圆圆未来当妈妈更敏锐，才能够把小孩带好。那么副园长说了，圆圆呢非常喜欢玩这个圆筒，一拿到大圆筒之后呢，不管是快跑啦、翻跟斗啦，或是扭转身体，都有丰富的行为表现。玩累了呢，就直接把圆筒当成了懒人沙发，直接就趴在上头了。